那我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讲座哈，我是袁文。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和这个平台哈。那我们这个组织呢，是叫COVID-19 Relief Bay Area 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实际上是这个公益组织呢，是我们在湾区的差不多有20几家华人的社团联合成立的，好，包括我们的侨路基金会，包括翰林文教基金，还有湖南联谊会一共大概20几家。那这个公益组织呢，这个 COVID-19 Relief Bay Area 呢，早期我们是募捐筹款，然后是买 PPE 捐给一线的医院哈，一些还有这些老人院呢，护理机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线上我们办了一系列的公益讲座哈。包括我们普及这个疫情的知识、抗疫的知识，也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华人观众能够积极的生活对抗疫情，所以我们也办了很多关于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包括这个社区啊、政治各方面的讲座哈。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是一个艺术专题的一个讲座。那下面呢，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湾区的著名的美女主持人素素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她是我们今天的讲座的主持。好，素素。好，谢谢。我是素素，是个艺术迷。虽然呢，平时喜欢逛博物馆，但是对当代艺术呢，有点门外汉的感觉，而且还不大敢轻易去敲那个门。相信群中有不少人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欢迎大家再次相聚在云上，参加 COVID-19 Relief Bay Area 的全球公益大讲堂。让大家在疫情当中呢，拓展眼界，学习新知识。感谢这个优秀的平台及幕后的英雄们，袁文老师、Deb 姐还有静芬姐。那我们这次有幸请到许大学博士为我们讲座，题目呢为以当代艺术为桥梁。讲座的前半部分呢，他将讲述当代艺术欣赏怎样丰富我们的生活，并介绍新成立的 Qualia Contemporary Art 当代艺术画廊。那这个呢，我上周已经捷足先登去感受了一下。讲座的后半部分，他会邀请画廊的开张展《灾难之美：人类级的艺术》策展人谢晓泽教授讲述策展的经过，并介绍展览中的7位优秀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那让我们呢通过这个平台来拓展一下审美的边界。那下面呢，我先介绍一下许大学博士。许博士呢，他的履历呢有点令人惊讶哈。为什么呢？他1997年在清华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呢是材料科学。97年到2004年呢，7年先后辗转于4家高科技公司，包括 Motorola 还有 Lucent 2005年到12年呢，在3所大学担任教授或者是实验室的主管。03年到2019年呢，成了全职妈妈，照顾家庭。2020年，也就是今年，华丽转身成了 Qualia Contemporary Art 的 Co-founder and Director 负责人。那据说呢，他也是个芭蕾迷哈。好，那我们欢迎许大学博士。此处可以有点掌声。谢谢素素，也谢谢这个我们 Bay Area Relief 这 COVID-19 Bay Area Relief 这个公益平台，在过去的时候，他们提供了很多真的是紧需要的这个物质的帮助。现在他又为大家被隔离在家庭里边的我们各位提供更多的这个丰富我们的文化艺术生活。谢谢袁文老师、金芬姐还有 Debra 姐，所以那个
谈起当代艺术啊，其实呢，实话说，我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门外汉，因为我的背景是工科，但是一个是20多年前吧，我想那时候在北京看到了几个展览，引起了我很强的好奇心。那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我先生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想就有一些机会接触艺术。尤其是到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艺术的原因，我基本上处于放弃我的工程的这个事业以后，我觉得也需要很多东西支撑自己啊，所以我感觉就更多的走向艺术。现在我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门外汉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艺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那个我好像需要给我 share 的这个权利对吧，给我分享视频。不用，你可以 share。 我可以直接就，那现在你们看得见我的东西吗？还看不到对不对？真的还没有看到。就 share screen， 一个绿的 share screen。 我到 share screen。 好的，现在能看到吗？可以了，可以了。对， you can do the slideshow。 We're in the slideshow。 OK。 然后从play from start 最左边那个 button。 对对， play from start。 I see。 谢谢，感谢。这是我们新成立的这个画廊的就是街景照吧。所以大家欢迎大家来参观，因为两边都有很多的餐馆，所以很容易就是说不但有这个精神的食粮，也有真正的物质的食粮，而且就在 Apple Store 旁边，非常好找。对对对。叔叔，你是想以提问的方式，还是你就让我讲？你来讲。对，好的。我想呢，很多人问就是说艺术是什么，有的人总是说这个艺术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那我觉得老实说，艺术确实不能当饭吃，所以说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然后呢，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议题太大，其实我是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仗着我也不是艺术史家，我也不是艺术家，所以我就敢说，因为我觉得我反正是工科生，我说什么人拿我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呢，艺术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行为的一部分。我想我们的祖先还住在这个非常穴居的时候，在外头到处奔波，没有房子啊，有时候在什么就是采摘果实的时候，他们就在画一些画对吧。另外一个我觉得艺术呢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交流的方式，除了我们用语言交流的话，我说艺术这种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啊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对应的是我们的视觉器官，所以非常直接，非常有感染力。第三个就是说艺术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艺术家制造艺术作品，在过去的话他们甚至不叫艺术作品对吧，他教堂里请他去画画，然后或者甚至建立一个教堂，或者在有钱的人说你给我画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说都会有人就是说有制造的也有观看的。那当代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公共艺术收藏，那我们都会去参观啊，去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也是把人通过艺术这个形式连起来。而且呢它是一个就是说很多人称它为 artifact， 就是说它不管是哪个年代，它一旦制造出来它就在那里，所以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的一些历史的这种烙印在那里头。另外我认为艺术这个艺术啊其实也是可以医治人的这个
心灵啊，净化升华人的心灵。嗯，现在其实好多心理学上有的一个分支就是用，就是说你去创造艺术，你去看艺术，你可以得到一种医治。那当然其实我记得那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他的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就叫艺术故事，他的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其实没有什么艺术，只有艺术家。他想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艺术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他说没有一个大写的那个 art， 就是没有一个好像单独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艺术，艺术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我们人，我们个人，我们观察的方式，我们的心灵的感受，所有的这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就想的就是说，基于这几点，我认为艺术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我简单的跟大家就说看一下，这就是说这是30000年以前的这个岩洞的壁画。所以我相信就说这个真的是说明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行为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本能的会去创造艺术。美国有一个艺术家叫 Edward Hopper， 这个是他的画，他是上个世纪早期吧，所以他说过，他说 If I could say it in words, there would be no reason to paint。 他就说如果我能用言语表达的话，那我就没有理由要去画画了。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会问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我就觉得没意思。其实你可能就是要放下这个想法，他就是不能让你用一句话来表达，如果你能用一句话表达，他就不会去画画了。所以我想他的东西就是像他后边说的几句话，对吧，他说 Great art is the outward expression of an inner life in the artist， 就是说艺术是一个艺术家的内在的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表达，而且这个内在的生命呢will result in his personal vision of the world， 这个内在的生命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说他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 So much of every art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subconscious that it seems to me most of all the important qualities are put there unconsciously and little of importance by the conscious intellect。 他就说很多的艺术啊，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所以既然是潜意识的表达，我想我们也应该是用一种潜意识的去接受这个信息，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的追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说你停止追问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很放松的在一个艺术品前观看，你就是说哎，就是我总是会感受到某些东西，对吧，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观看艺术的开始。我刚才也提到，我说艺术使我们相连，这也是尤其是18、19世纪以后啊，西方的话他们的这个公共艺术收藏就越来越发达，而且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艺术中心呢，像帕拉阿特有帕拉阿特 Art Center， 他们的目的就是说通过艺术让人们通过欣赏艺术能连接起来。有一个人说句话，他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呢 All of us come with baggage and wounds and pain， All of us， But recognizing that common human bond is what helps us transcend that pain，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负担，有很多的伤痕，有很多的痛。那他就说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我们人类其实是可以相通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把我们相连起来的，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超越我们的这个痛苦。我提到就说艺术它有医治的这个作用啊，当然这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天顶的壁画里边的，就是说 The Creation of Adams， 就是亚当受造。我想这幅画其实很深刻的表达了我们人呢，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好像寻找一种归回的，就是说我们要回到某一个地方，我们有一种被好像 lost 这个寻找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就说
这是一个 filmmaker 和 writer， 一个拍电影的一个作家，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My soul doesn't speak in thoughts at all. It speaks in feelings, images, and clues.” 他就是我的灵魂不是用思想来说话的，而是用感受和图像和一些就是说其他的东西一些线索来交流。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被很紧迫的时候了，我们可能忘了这些，我们把我们的潜意识深深的都埋下去了。这也就是弗洛伊德说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身体上有病心理上有病，是因为我们完全不去注意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开始观看艺术，也许是一条就是说一个开端吧，我们对自己的一个发现。当然我也不是说这就是唯一的，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跳舞啊，我听音乐我阅读啊，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路，但是我想艺术是一条路，因为它是跟我们的视觉紧密相连的。我刚才也讲到过，就是说它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英国的，就差不多啊18多少年的时候，就19世纪的一个有名的艺术史家是约翰·纳斯金。那20世纪我觉得就是贡布里希啊，他们俩都是真的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史家。那贡布里希就是约翰·纳斯金就说过，他说一个大的国家呀，他们会用3本书来描写他们的这个历史或者他们的自传。他说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文字留下的东西和艺术，他说这3本书必须要一起读才能都能好好理解，如果你只读一本书你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但是他讲到一句话，他说艺术这本书应该是最可靠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比方说我知道就是说韩国不久前他们把那个城市改名呢，他们文字里边好多汉字去掉，但是我有一次去参观一个展览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早期韩国的那个就是结婚的一个婚礼服，就非常上边就是全部用这个汉字写的，所以那这一部分历史就是说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存在的。那我想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以后，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艺术，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的视觉这个感官紧密相连的，它教会我们观看。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去掉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就是把我们变得狭窄，把我们变得有限，我觉得就是 limit us， 就是我们自己在 limit ourselves。当然人家会说我还是喜欢艺术的，那个古典的艺术我也非常热爱，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当代艺术，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对吧？但是呢当代艺术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它恰恰在解说我们这个多元的让我们困惑的这个时代。其实你说当代艺术让你困惑，难道你不认为当代生活也让你困惑吗？所以其实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当代艺术也不比我们的当代生活更复杂或更让人困惑。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去多多的了解这个当代艺术，因为它也是我们要教会我们怎么去解释啊，去理解呀、啊，或者就是说只是简单的观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如此的多元化，然后有很多的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对吧？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讲说这个艺术当代艺术实在那个看不懂，其实我想我们这里边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 smart 的这种
硅谷的这种高级人才啊。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每一个领域，像我学材料的，有很多就是说啊，做 AI 技术做什么的，你从来没有假设过，你一看到它你就应该明白，对吧？所以为什么就要假设我们一看艺术就应该明白，而不是说先稍微忍耐一下，也许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需要一点点学习，对吧？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要了解艺术，我们首先呢放下这个追问，老是说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还是要知道它在说什么，我能感受什么，对吧？但是这个感受的方式可能要更从容，更宽广一点点，然后更放松一点。另外呢，在这过程间可能确实也需要去了解一些这个艺术史啊。我想其实从一个艺术家一点一点看他的作品，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internet 是如此的发达，你基本上就是说说到哪个艺术家，其实你可以搜很多东西。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的人介绍艺术的时候，哇，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一幅名画，然后拿着它就说很多的这个趣闻轶事吧。我觉得其实要了解一个艺术家，要了解达芬奇，恐怕也不只是他的这个蒙娜丽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整个一辈子的创作，他的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去读一读 Wikipedia， 如果我们看一看他的不同年代创作的作品，这些东西也许你看不到，如果你不去博物馆，你看不到真迹，但是你在网上应该是能得到不少信息。如果你再到博物馆的话，你看到真的，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博物馆看真的东西，因为真的和这个网上的这个图像啊，是还是有天差地别的，尤其是从感受的角度来说。所以我就说我们还是需要学会观看，因为我们很容易假设我的眼睛一看我就看得清清楚楚，我为什么不明白呢？好像只要我看得清楚的东西我就应该明白其实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伊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导演，他就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让我好像突然一震一样的。他说，我常常注意到，除非我们把眼前的景象放进取景框里，因为他是拿着相机到处拍呀，他作为电影导演的，否则我们会视而不见。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当然我们这是一种自我，我们这个大脑神经的一种自我保护，我们毕竟很多东西看了就像没看见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观看，我觉得艺术家其实在教会我们怎么观看。我跟大家就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在博物馆看到第一个就是蒙德里安的这个作品。当然这个作品呢，就是说使用之广呢，就是几年前我去一个 party， 人家上来的甜点就是做成这样子的，所以就说他已经在这个服装设计啊，各种设计里面都有。很多人想象的就是说这么简单的图形我也会，这个其实也是我同样的想法。我第一次看见这个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艺术家蒙德里安怎么这么好像在艺术史上这么重要的位置。我真的是还也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运，我看到他第一幅作品确实就是这一幅，我就说，我跟我先生开玩笑，我说哎，这个我也会啊。所以他后来经常拿我开心，就是说这个是学大学会的还是不会的，我经常回答这是我会的这是我不会的，就成了一个我们开玩笑的一个方法啊。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看博物馆多了，我就看到这些，这是他1908年的作品，刚才那一幅是1922年啊。这一幅你看得出来是一个树，而且这个树好像充满了生命力，你感觉到他在探索生命，探索宇宙，在询问这个生命的这个奥秘。好的，这边开始树的形态越来越少了，对吧？
已经开始走向抽象，更加的抽象。这个时候你已经辨认不出树的形态了，到这。所以其实对于蒙德里安的话，我就终于能接受，我说呀，虽说这是我能画的，但是我知道我就即使画出来也不是跟他一样在他的这个位置，是因为他是他这一路探索，他最终归结于这里，这是他的伟大所在。所以我就是想，我就说如果我们就是花一些时间耐心的去了解一个艺术家他的所有的作品，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然后呢就是跟艺术史啊，所以我们多去观看，我们去看画廊，我们去看博物馆，我们简单的看一些艺术史的东西，那其实我们很快就会对艺术有一些我们个人的理解。因为艺术的观看其实是非常个体的，没有一个人会说你的理解是错的。我觉得贡布里希也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你因为什么喜欢一幅作品是没有错的，你哪怕说哇我印象中间就是说法国有一个作家啊，他当时写了很多那个法国的那个小点心的那一部分，想的写特别多，那是因为那是他童年的记忆。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喜欢某一个东西是因为跟我们记忆或者跟我们喜欢的事情跟我们个人的这个经验有联系，不管怎么着都没有错的。但是他说了，因为你的记忆你不喜欢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其实是相当优秀的艺术品，他说这个就有错。我是特别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就说有一幅作品非常非常好，但是他说那个作品里边是不是那个雕像是不是有一种意指那个目的的意思呢？他说因为这个我就不能喜欢这幅作品。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传统，就我们认为死亡啊墓地啊是一个不吉祥的东西，但是其实所以就说因为这个不去喜欢一个作品呢，这个我们可能就要稍微反思一下。因为讲希腊的话，希腊雕塑其实刚开始早期很大部分它是用于这个坟墓的雕塑的。我想我今天呢主要的并不是想讲这个我个人怎么去学习欣赏艺术，我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部分。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为什么最终就是说我和我的朋友决定回到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年要建立这个 Qualia Contemporary Art。 首先呢我实话说，去年我知道我小孩要上大学了，我就在想我究竟能做什么，对吧？我也想过我能不能再回到这个技术的领域，我知道可能是 unlikely。 然后呢我也想过那我就可以一直这样像退休一样的，我可以到处去旅行啊，看看东西，也许高兴了写一点文字分享一下，或者甚至如果有亲近的朋友愿意跟着一起去旅行看博物馆，我也可以做这种导游啊。但是我觉得机缘巧合了，就是我的这个合伙人，我这位朋友，他就表示强烈的这个对艺术支持，他觉得他要支持艺术家，他要建立一个平台。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他，因为他是很勇敢，我其实是有一点点畏缩，因为我毕竟我身边有一个艺术家，我就知道艺术有多难。但是他确实是很勇敢。那我就想我其实内心里面确实对艺术家有种非常深深的一个同情吧，其实他们不需要我同情，应该是说我觉得也很愿意去，如果能做到任何的帮助的话。所以最终呢我就跟他同意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商业画廊的话，我们这个画廊啊必然是定义为商业画廊。我们不同于博物馆，商业画廊我想它的主要的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观众，然后让观众接受，
最终能有公共收藏和私人收藏，然后这样能在经济上和在这个就是说因为艺术得到接受，对艺术家带给他资助，同时呢我想大众接受到艺术家的作品也是一个就是说丰富文化生活。所以这就是我说以当代艺术为桥梁，那作为我们画廊，这就是我想象的，就是说我们在这做一点点这个当代艺术，那一方面就是说帮助艺术家和公众这种建立他们的沟通的一个联系，我们就是一个小小小小的桥梁，是一个非常小的，我想我们能做的非常非常少。另外一方面我想呢，也是我个人或者是我们的观众，就是说通过当代艺术更加的就是说能寻找到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桥梁。另外呢，我是想因为我们这个地处这个湾区啊，北湾区这个硅谷的中心，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尤其是高技术方面的，那高技术自然就会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很多人会钻得特别特别深，所以呢我就想那艺术它的方式是比较宽广，就是说它观看的话所以我想如果说能在这方面跟这个技术界和艺术界带来一点小小的沟通，这也是我的一个我和我的合伙人的一个 vision 吧，一个就是说远景的一部分。另外呢我想就是说我们毕竟是来自中国，我会讲中文，所以我想呢富有一部分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就是也是说一丁点了，就是说如果是个大海的话，如果我们能里边加一滴水的话，我觉得也是会很高兴的。因为在这边湾区啊，我知道那个苏建环馆上有硅谷艺术中心，他多年来做这个中国文化叫传统文化的这个介绍啊和交流，我觉得也做得非常成功。然后在那个南海画廊，当代艺术画廊，那个贵总他一直介绍中国艺术家给这个美国观众，在湾区也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们都是让我很尊敬的人。我想呢，但是相对于来说在湾区啊，我知道应该还有其他的，我就在这不一一去提了。但是我觉得在湾区相对来说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弱的，如果能做一点点那我和我的合伙人都会觉得很值得，所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让中国的艺术家跟美国的艺术家尤其是加州的或者是湾区的艺术家能有交流啊，跟当地的学者有联系有沟通，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这大致就是我想介绍的我们的这个画廊。我们的运作形式如果是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应该在一个月左右会做一个展览，所以就说欢迎大家常来看。也许有的是你喜欢的，有的是你不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坚持看的话一定会有一定的收获。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鼓励就是说艺术收藏，因为艺术家的话他们必然是通过艺术收藏就是说维持他们的艺术创作的，所以就像一个链一样，一个链条一样的，我们这一点这个环节不能断，断了的话他们的创作就很难维持。我们这次的就是第一个展览就是说我和当时就是我们邀请的策展人谢晓泽教授，我们当时商量就是说第一个展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就觉得环境啊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concern 吧，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展览是以环境为主题的。
我现在就想那个邀请谢晓哲教授来讲这个展览。嗯，我先把我的屏幕关一下。好，我们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谢教授。那谢晓哲教授呢，他是也是许博士的夫君哈。那谢老师呢，谢教授呢，他的履历也是非常的卓越。1988年他是清华的建筑系毕业。1991年是 Central Academy of Arts of Design, Beijing, China 的 Master of Arts, 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硕士。那1996年呢，在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Texas 呢，是获得了 Master of Fine Arts, 也是艺术硕士，美国的艺术硕士。那谢教授呢，在艺术生涯中呢，也在中美等各地获奖无数。比如最近的，我就看最近的2016年在第三届南京国际艺术奖中呢，获得了 Academic Award in Painting。2013年呢，在 John Mitchell Foundation New York 获得了 Painters and Sculpture Grant。还有2018年在 Brooklyn New York 获得了 Interpreting Brooklyn Project Grant 等等等等。他的个展呢，我就看三年里面他已经有五个个展哈，包括小泽谢Objects of Evidence in New York, 还有呢在 New York 另外一个是 Art Show 2019, 还有在宾夕法尼亚的 Forbidden Stories, 还有 Texas 的小泽 New Paintings and Photographs。 2018年呢在 Canada 有 Forbidden Memories, Chicago 有 Zoom In Recent Paintings by 小泽和 Very Impressive。那谢教授呢还有很多的策展的履历哈，包括2009年、2007年在天津、宾夕法尼亚州、Texas、北京等等等等。好，我们现在隆重请出谢教授。谢谢叔叔这么好的介绍。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传过来的这个 PPT 文件。没问题，不好意思，谢老师，我们没问题，你慢慢找。我是不是可以八卦一下哈，看看你们的时间表？好像你们是在清华的校园认识的，对吗？对。那你们是清华的校园恋了？对，好，不好意思，这个。其实呢，我是可以端着这个笔记本电脑在画廊走一圈给大家看，这样也是一个办法。是不是你的 connection 都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是蛮好的 idea。在画廊里头 connection 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也许可以走一圈。对，因为晃得比较厉害，就像那个手扶的这个。就是手扛的这个摄像机一样。OK, 现在大家看得到吧？可以。行。刚才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画廊这个主要展厅里头，跟大家聊天。那这么这，你从这个 University Avenue 走进来的时候呢，左边这面墙就是画廊的这个叫 Wall Text, 就是展览的标题。还有这个基本信息。那这个标题呢叫 Catastrophic Beauty, Art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就是灾难之美在人类纪的这个艺术。那这个标题显然也非常大。我们选了七位艺术家，我作为客座这个策展人挑了七位艺术家。这些呢有中国当代艺术家，也有这个亚裔的美国艺术家，还有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艺术家，还有欧洲来的美国艺术家，那么就是它是一个带有国际性的这么一个展览，一个主题展。那这个标题呢，我是纯正是偷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就叫 Catastrophic Beauty, 那么一从中文听起来有点怪，就是叫灾难之美。
不是说好像把这个灾难的这种景象啊，把它用审美的眼光来看，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人漠不关心一样的。这首歌的意思我在猜测可能是一个爱情歌曲里头说的，就是啊，他的这个美丽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可能是这样的意思，我是猜测的。我以前也偷过这个别人歌的名字来做画作一个系列的标题，比如说一个作品系列叫 Both Sides Now， 就是正反视角，那是一首歌，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我现在呢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大家很多朋友在座的朋友，大多数应该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会去博物馆啊、画廊看过展览，那你们有各自的经验。我大致讲讲，就是说，如果看展览，尤其是看这个群体展览，有没有什么攻略啊？就借用一个网络词汇，像旅游一样的，有什么什么攻略？那么我提供一点自己的经验，一个就是说为个展来讲呢，就会比较简单一些，一个艺术家在一段时间内的这个创作，或者是他这个对于一个很长的创作生涯的一个回顾，甚至是艺术家过世之后，博物馆给他做的这么一个回顾，那这个情况就相对就是会简单一些。那对于这个群展来讲，一般就觉得比较难以入手。首先呢，我觉得要看一下这个展览的主题，因为很多像这样的群展，它是一个主题展，像我们现在这个展览就是一个以同一个主题，用一个主题串起来的，不同这个主意，不同来自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媒材，不同风格的这样的艺术家。那么另外呢，看群展也要看这个，有的群展是以一个历史阶段作为它的这个focus， 它的聚焦点。那么要看这个历史阶段或者一个特定的风格流派的这个历史文化语境，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在那个年代什么样的审美是主流的，他们那么这个展出的艺术家呢，跟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都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去看一个展览的时候。那比方说以前大都会博物馆办过一个展览叫董其昌和他的时代，那么显然是关于这个明代书画家呀，跟他的这同时代的人的这个同时代的艺术家文化人，这种他创作这么一个展览。那有很多展览是关于印象派的，是100多年前这个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么法国印象主义那批艺术家的作品啊，有的就是展览并不很笼统，比如说。这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没有什么主题的，这个属于比较策展上没什么 idea 的展览，比如说中国当代艺术展啊，那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呢，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做法都有，是这样讲的话，就中德艺术展、中日艺术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策展上没有什么想法的，不足为取啊，顺便批评一下。那么看完在看一个历史阶段或者一个流派之后呢，那么就要看每个艺术家他的总体面貌啊，不要单个看，可能是把这个几个作品呢作为一个整体呢加以考察和理解之后呢，在一个群展要看这个艺术家作品之间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呢有几个层面，比方说他在题材上有没有关联在表达的主题上、思想上有没有什么关联在观念上，就艺术的概念上，艺术的策略上有没有共通的地方，或者有没有这种对照在形式上是不是一样，或者是干脆就是完全是南辕北辙在风格上是形成对比关系的那种和谐的和这个接近的一种关系在美学上有没有这个共通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看群展要问的问题。那么越比较呢，他就觉得越有意思。那我作为策展人来讲呢，希望这个策划挑选的这些艺术家和作品啊，能形成一个就是网状的，互相之间有不同层面的这种联系这个是我的这个努力那么这个走进展厅是这样的，七个艺术家的名字还有我自己作为策展人的名字在墙上然后右边是一个年轻艺术家叫童艺兴，是一个华裔美国艺术家住在纽约的一个他的作品我看 OK 然后这个是
画廊主展厅的一个全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占据空间的是三个雕塑，或者我们可以叫装置，由这个三维的物体啊，这个不同的材料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这个作品。那么墙上呢有风格不同的这个作品。那这个展览的主题是探索就是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占绝对优势，占统治性的这个地位，还有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全球气温升高啊，海平面上升啊，这个很多稀有物种灭绝，这个爆炸性的这种城市化，人口增长，环境的面临的种种的压力和危机，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论题。所以这样的这个现实在艺术家，在各地艺术家的作品里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希望要看的问题。那这个主题显然是特别大，可以做一个巨大的博物馆的展览。但在画廊的这个空间里，包括我们能联系上的艺术家，优秀艺术家又有哪些，能够展推出在这个物理空间里头能够推出哪些作品，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我就是我不会很细致的对每件作品做出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个讲评，我就是大致的说几个艺术家作品之间他的这个对话关系，至少在我策展人心目中是的这种联系。画面中这三张墙上的这个平面作品都是中国艺术家尚阳的这个绘画。那么尚阳在这七个艺术家里头可能是最年长的，他出生于1948年，已经快80了。那么他也是最名声最大、享有盛誉的这么一位艺术家，在这个官方艺术圈里啊，在这个前卫艺术圈，他都很受尊敬。虽然年龄大呢，他的作品还非常实验性，还非常生猛。这三张画呢，右边这张呢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叫做《白内障》系列，左边这两件作品呢是坏书系列 Decayed Books。那最左边的呢是坏书系列里头的这个政治，你看里头好像很阴暗，不是一片漆黑的话，也是好像非常污浊。右边这中间这一件呢，是这个是文学啊。那看每件作品呢，就是看画，大家总会讨论啊，怎么样才是看艺术的一个好的这个办法。我认为呢，在展览的看作品，一个是你要走近了看，仔细看它的这个画面的整体构图，每个细节，它里头的形象，它所用的材料，它的肌理效果啊，它的触觉等等啊，它的色彩。那么你走近看了后，你还要退远了看。那以前就是很多人不会看画的人说，哦，要退远了看才看出油画那个斑斑驳驳这个肌理表面，其实是一个形象，那这种是最基本的。退远能看到整体的这个构图，看到的意思这个作品的这个形式，整个它的形式感和整体的氛围给你的这种感受。那么除了走近退远，我认为还应该是转身走开，甚至是闭上眼睛回味一下你所看在脑子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那么有什么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那么你还要看这个除了视觉的元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元素可以帮助你理解作品，比如说作品的标题。那这个标题就叫无题，那显然不给你提供太多的这个线索。有的标题是给你故意把画插开，把你引向不太具体的地方，这也是种策略。有的标题呢就比较具体，比如说是1977年10月，那它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事件在那里作为一个主画的名称，那么就要看这个日期它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看这个材料。一个用这个传统油彩或者用中国墨汁的人，跟这个用塑料用这种
以锡这种有毒材料的艺术家，那他显然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不一定谁好谁坏，他就是说他采取的手段是不一样，他的含义自然也不一样。那么看这个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呢，一方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就是跟把他跟同时代的艺术家或者同一个流派的艺术家做一个比较，也可以做竖向的比较，就是跟历史上已经存在的作品，尤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的作品，他有什么样的一种对话关系，那么把这些层面呢慢慢搞清楚，他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理解，需要一点这个耐心，然后你也得到更多的这个启发和享受。那上扬这个画呢，你看这个构图上哈，像两个不规则的这个打开了的书，好像已经腐朽了的，已经是残缺不全的一本书被打开了。打开里头有什么呢？斑斑驳驳，有的是半透明的这种像这个塑料一样的东西。因为看我们一看呢，想起的是，不是那种墨香啊，和这个传统文人式的东西，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感觉，像是一个脏很这个被污染了的这个土壤和风景。那里头还镶嵌着，你看这个右下角有没有这个？大家没有看到它这个你看有这个埋的这个铁剑，生锈的铁剑，这个铁锈的红色啊。渗透到它周围的这个化学流质里头去，像这个乙烯里边去。哎，右上角你看有一个大家仔细看是一个皱皱巴巴的黑白照片被贴在画面上。这个黑白照片是什么呢？我琢磨一下，可能是长江三峡的这个航拍的照片，因为我知道上扬老师做过一个项目，它是跟这个三峡工程有关的。探讨的是三峡工程对整个长江流域的这个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影响，那么这个作品呢，它以大装置的形式，还有包括录像啊，来呈现。这个我们画廊显然是没有力量来展出这样的作品。那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作品有没有具体内容？是有的，关于环境污染，关于我们的时代。关于这个甚至具体的这个工程，那么它是不是局限于这些？它又把它作为画书啊，它成为一种好像一种更广泛的这种叙事，它有一种悲怆的这种气氛，那它可能这个内容本身也不是特别具体。那我看它的话呢，我总想起这个一个当代的，也是一个很年龄很大的这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 Anselm Kiefer。他是德国画家，他做的这个作品呢，也是表面非常粗糙，肌理啊很丰富，那么很多这个好像烧焦了的这种感觉啊，这种被浸透、被污染、被刮过、被这个蹂躏这种感觉。那他这个风景很多是来自于就是二战的这个城市和废墟和战场。他作为一个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那么他画那样的作品显然带有一种历史的反思。那我们既然能够听得懂贝多芬的这个悲怆啊，命运交响乐啊，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作品，我们可能得到是同样的或者相似的一种震撼。我认为它是视觉和这个其他艺术形式也应该是相通的。那么画廊的另外一面墙，也就是现在在我的左前方，是这个美国画家叫 John Sablow 的作品，他是来自英国。然后现在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做这个绘画这个 Program Director， 他是绘画系主任。那么他的作品呢，初一看呢觉得很漂亮，像个漂亮的这个抽象画，色彩也很鲜艳啊。那为什么跟上扬这个很这个比较暗淡的这种色调放在一起，会不会就是很不配？但呢，从这个更深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一种联系，就是说，上扬那种有毒的材料用的是有毒的这种是丙烯啊，这个乙烯啊，这个塑料啊，生锈的金属啊等等这些材料。那这个Sablow 呢，用的是它在这个受到污染的地区的这个水和土壤里头提取出来的有害化学物质。
把它做成颜料，然后他用部分呢用这些颜料来画画，而且他画在这个铝板上面，他用流淌的这种形式呢，让这些有毒材料转换成为这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这种这个 pattern。 你看，这是他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会跟科学家呀跟工程师合作啊，去研究一种办法，如何在这个受污染酸性很重的这个河水里头提取出这个氧化铁，然后这个氧化铁提纯之后呢，把它做成这种褐色的或者红色的这个颜料，他现在甚至呢跟一个颜料厂合作，做他有关他牌子的这个油画颜料，那就他把毒性转换成为美，转换成为这个绚丽的这种色彩。那这一张呢是这个它大概三英尺直径哈，它用的是个球体，是一个圆形。那我看这圆形，我就会想到我们的星球哈，地球啊，我们想到天体啊，我会想起像这张画会让我想起太阳，会让我想起像这样的现代诗句，比如说像雪珀一样的大眼睛啊，这种就是说。它既美呢又有很让人不安的东西，那仔细看从细节上看，你看它这种一层一层好像液体浸透过这种痕迹呢，其实是很像自然现象啊，像我们在大理石里头看到这样的痕迹啊，我们在这个自然这江河啊海洋都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这个痕迹，火呀 啊所以呢它是有各种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联想。这个是一个这个不在展览里头，我是Sablo 的话让我想起一个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叫 Helen Frankenthal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好像是七八年前过世的，他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的作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非常的影响力很大那你看他这个作品呢，他也是用这种半透明的颜色啊层层的流淌互相半透明的这个透叠，然后积累出来留下一种自然的这个形态色彩呢也非常绚丽。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再这么画的话，就好像那你不是在学它了吗？可是 Sablo 呢，他用了他自己提取的有毒的盐这个化学物质跟环境保护主义联系起来，这个就是他的特点，这是他的创造这个是另外一张 Sablo 的画。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要退远看，退远看这张画呢，像起来我们可以说是星球啊，也可以像是说是这个像这种藻类植物是吧，藻类生物啊，也可以也有点像这个显微镜下的这种生命形态。那么你再走近看，仔细看，从这个整体看到细节，你看这个细节多丰富啊，层叠的这个颜色密密麻麻的，像无数的微小的河流一样。这个画就是很耐看，那么走进这个从主展厅往里头再走，就是一个就是我背后啊，背后过了这个门呢，就是一个小展厅，是里头呢，主要的就是中国艺术家裘岸雄的，大概一个也是中年的艺术家，他的三幅彩墨画。那这个彩墨画一看呢，就是工笔重彩，非常精致，画得很细致。可是你仔细看呢，这个有点不对，它不是传统的这个风景，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么这个很宜人的这种景象和物体，这是一个双头兽那么熟悉他作品的人就会知道他是做的这个。他以做动画闻名，他这个动画呢，很多说，其中有一个系列作品叫《新山海经》，你大家知道吗？《山海经》是因为古代中国古代的这个典籍是有很多这个，异兽啊、灵异的这个动物啊，还有很多仙境啊，各种各样的神怪故事，怪力乱神，这个鲁迅的话讲就是这样的。他呢是来编造一个当代的新山海经，这里头呢这个海市蜃楼呢看起来像上海浦东，他这个在这里头呢这个
城隍庙看起来有点像全聚德，反正它就是让你觉得模棱两可，这种把当代的跟古代的这个景象啊，把想象中的跟现实中的揉到一起，既有时候呢就又非常的震撼，激动人心啊，规模很宏大，也非常压抑，非常的叫你觉得 overwhelmed， 就是有点被吞没的这种感觉。那它的这个它里头的生物里头，像你如果来看的这个左边projection room 就放映室里头的这个动画片的话呢，它动画片比如它的怪兽是什么，也这个监控录摄像头就像一个独眼的和独角的一个鸟一样的站在这个交通灯上面，那个眨巴着眼睛，那是非常好玩的，但是也是挺可怕的。那这个呢显然是跟这个你看这个怪兽双头的还有这个角像吸盘一样的，跟这个登月的那些车有关系，而且是借用的这个东西。你一看这张画肯定是当代的东西，不可能是民国的作品，是吧？或者清代。但是裘岸雄的一个动画，他的新山海经系列里头一个画面，这我用手机拍的，就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再是那种青山绿水那种山，而是计算机屏幕堆起来的山，上面呢停着这个一群一群的这个像海鸥一样的鸟，还有这个巨大的这种蜘蛛在上面爬，这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这么一个场面。你看它的背景画得多好，这背景这个水墨啊，用把中国传统这种水墨晕染。你说你画水墨的话，晕来晕去的，一会儿画个荷叶，一会儿画个这个葡萄叶，葡萄藤，美姿美意，确实是缺乏新意。像裘岸雄这样的，把它拿他这个手段，用他自己讲嘛，他是用古人的视角来讲述当代的故事，这个是我对他作品非常有兴趣的原因。这个我们放映室里头一共有两部录像作品，两部都是动画，也就是说都是手画出来，当然也用了后来用了一些计算机的特技，但是基本形象都是手画的。裘岸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那这个呢是现在应该是在西海岸，不是在洛杉矶，就在华盛顿的这个艺术家叫 Robin O'Neill， 一个在德克萨斯长大的这个美国女艺术家。她呢是在南部都非常有名了，在我记得在 Forward's Modern Art Museum 在德克萨斯的一个大现代博物馆看见过她的回顾展，20年的回顾展。他的素描呢就是画得非常好，用的是 graphite， 就是用铅笔做的。那他的这个动画呢就是用这个graphite 铅笔画成以后呢给他做成这个运动的图像。那这个场面呢是当时就是好像一群在雪山上玩啊滑雪的人，那最后呢这个好像海平面上升，然后这些人被逃走，有的没来得及就被吞没了。这些人都小小的，然后他画的这个风格不像那种好像咱们中国经过美院训练的那种画的很结构的很帅的那种学院派，而是画的有一点板，有一点线性的，有一点平面，就所谓 outside art 那种做法，也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那种自学绘画，那种有点外行感觉那种画法，但反而就是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吧？他的人呢，每个人小小的那样，好像在环境很空旷，每个人非常渺小。这个你看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存在的一种，除了环境的焦虑之外呢，还是一种存在的虚无感。那这个你说他没有受过训练的话，他作品跟艺术古典艺术史其实可能有一种对话关系。我看到他的这个动画片，这个尤其他素描中很多这个很小的人互相孤立的这种小人，我就想起Peter Bruegel 就布鲁盖尔老布鲁盖尔的这张冬天狩猎图啊，这张你看那个远处远景啊，这个一个一个的人，每个人几乎都是一个平面的，像个剪影一样。大家也可以想到，大家有没有去滑雪的这个经验啊？你看见远远一个一个人都颜色很深，因为周围白雪很亮，是吧？你就看见一个一个小人在那动。
这种视觉经验我们都会有。他的画让我想起这个也是德国的一个艺术大师博希 Bosch 他的画的这种全景画，有关于这个预言式的灾难啊、战争啊、这些的人群啊，也是每一个人都非常渺小啊，在受着命运的这种摆弄。这是O'Neill 的这个素描作品。那他的水呢，你看他画水画的就是很黏黏的、稠稠的，就是就像这种有毒的这种感觉。像是受过有像石油，我们听说过很多在海洋上这个海水受到石油船的污染啊，石油泄漏啊，我也想到这样的现象。那这个上面是一个排成三角形的彼此孤立的这个头像，这张画叫 Family。 但这个 Family 看来是这个老死互相互不往来，可是呢这个还被捆绑到一个空间，这么一种感觉。这是他一个很小的素描，就在我的肩膀上面，我肩膀上面有一个很小的画，是吧？就是这张画。那么，这个画的是一种就是那种暗红色的天空。那是我们最近呢，经过这个山火啊，这些大气污染啊，这样的景象我们已经是不陌生了。还有一个艺术家我们非常喜欢的是 Jin Shin， 是一个韩国韩裔的美国艺术家，住在纽约。那么他呢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一个个展，而且还要重新因为被这个疫情因为疫情关闭了一段时间呢，最近要重新开。那么他是用这个 recycle material， 就是回收材料的这种积累来做雕塑，所以他这东西都是找到的。譬如像这件像五个吊灯一样，这五个吊灯是由成千个上千个这个幻灯片。你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做艺术都知道以前用的是幻灯片来记录作品啊，来给学生讲课啊，35毫米的这么大，然后一动咔咔咔啦咔啦，这些东西现在不用，大家都用这个，我还是挺想念那个声音。那个现在都用 digital projector 了。那这个幻灯片上面的是那个幻灯片那个转盘，因为你每一摁的话呢，它那个转盘就动一下，是吧？就转一格，所以那张要下一张片子啪就掉下来，在灯光前面被打出来。那这样子，每个你近看的话，里头因为装有灯光啊，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像，这些图像正好是都是艺术史，都是这个，这是从他从好像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这个图书馆他们不要了的这些幻灯片，他回收来做作品，也是非常好的创意。这个呢，右手边是墙上的是他用这个录音带，录音带呢贴在纸上的这种抽象拼贴，那么长长短短的这个线啊，高低错落哈，确实是有一种音乐的感觉，一种声音的感觉，只不过是这个声音呢是通过视觉的这个重复和节奏来表达的，不能听到，但是这个材料本身那个录音带那个条，确实是一度记录有声音的，一度能被听到的。所以就在这个视觉和听觉之间，在这个想象和这个触摸之间呢，才有一种关系。那这些是我认为很有脑子的艺术。左手边这个是湾区的这个艺术家 Michael Arcega， 他是菲律宾裔的美国艺术家，他做的这个雕塑。那么他这个作品由他自己来讲可能最好，他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联想和文化上的指涉。比如说这个呢是个像是个木琴嘛哈 ，xylophone。上面这一片一片呢，其实是它的这个，其实是这个牛骨，牛骨上面有这个像石刻版画一样刻进去的这个树苗的形象。比如说从这个蝌蚪变成蛙的这个生物的这个过程啊，还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图像，
那么底下这个木琴脚，顶着那个什么，好像是 Nebraska 一个州的一个纪念品啊。那右边有其他的纪念品，没有在画面里边。就是他的想法呢，就是好像用考古学的办法，用这个人类学的办法来考量今天的美国文化。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project， 他就杜撰了这么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Nasirema。那这个念起来啊，怎么我没听说过这个部落？可是呢，仔细一看是 American 的这个反过来念，就是那些 Rama。他说这个部落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习俗呢？那人类学家呢，到一个地方要考察他的这个文化习俗、他的仪式、他的符号、他的这个服饰。它的各种各样的含义，文化含义是吧？但是他就是用这套办法来考察现在的美国人啊，这么多他们的这个木琴，这些不同的音节是由牛骨做成的，因为那个 Nebraska 以这个牛肉出名啊，等等，就是各种这个很幽默的这种对现在文化的一种解释。哎，那他在这个作品中有一件，就在我这边，你看啊。是一个地图，反过来的一个美国地图。这个地图是好像是一块一片一片的褐色的东西悬浮在那里，那是用午餐肉做的。午餐肉叫 spam， 是吧 ？spam 呢，反过来念就是 maps， 那他就是要玩这个文字上的这个游戏。而且呢，他指出这个，他是一个菲律宾，出生于菲律宾，十几岁就来到美国，他熟悉的就是当时美国，因为在菲律宾是有驻军的嘛，他们呢，就是用很多午餐肉，他这个跟他们这个就是历史，地缘政治有一点联系。那哪怕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欣赏这个作品啊。你想到这个，把这个陆地，把土地本身做成肉。是吧？人把土地做成肉，要把它吃掉。你看这个隐喻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了。这个最后一个也是最年轻的艺术家，那非常我认为很有前景的一位艺术家呢，叫童艺昕。他这个做的是有很多其他像 Internet 这个项目，但这次我们展出的是他两件大型的壁毯 tapestry， 就挂在墙上的吃的这个毯子。那么你看他呢，这个里头就是你这个画面上看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其中有自然的图像，因为他喜欢去出去钓鱼。你看有左下角有这个植物啊，各种植物的这个图像啊，还有这个有些动物鱼啊，他的这个局部的这些 pattern， 然后呢，还有人造物的，有这个商品的，再有就是它有很多这个科学插图、科学图表揉在里头，所以它在它里头就是，就它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这个形象了，没有主次，也没有规律，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次序，其中人工的元素、自然的元素、科技的元素、考古的元素全部混杂在一起，这给我们一个就是有点晕头转向的这么一个图像。那他这个显然是跟他作为年轻一代艺术家他所熟悉的这个数码技术是有关系的。他经常上 Internet 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图像，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画的，等于是说有的是拍的，有的是找到的。那么他的创造性的工作在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是看这样做，虽然说看起来你要我说它是一个具体什么意思，就回到刚才徐老师讲的这个要追问这句话呢，那可能就一句话说不出来。那可能呢，他的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吧。你如果能够欣赏电影里头的蒙太奇手法（蒙太奇）是吧？那我们就可以欣赏。
我们看电影和不同的图像一会儿就互相这个串在一起，或者是甚至重叠在一起，我们都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可以欣赏这样的作品。这个我们靠近，我们就是好、哦、要走近看。我经常在博物馆或者画廊看，在博物馆看画的时候被安全人员啊，保安人员啊提醒说要离得远一点，而且是告诉我说画是要退远看的，而我完全是个外行，总是看很近的看。那这个呢，你近看的它是地毯的这种编织的非常细密的这种结构，也非常丰富啊，色彩色点非常多。那这是我介绍七个艺术家，希望我多少能提到。那最后呢，我就是以我写的这个为这个展览所写的一段短文啊，最后两三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作为这个讲演的结束啊。那么我们可能有人会问，这些好像主题沉重、前景暗淡的这些作品里头，还有没有什么美或者魅力啊？那么美学的意义在这个充满反讽意味的世界里又有什么关联？艺术在哪？那对于我来说呢，这个艺术不仅存在于人性那个幻灯片里头发着柔光的那个艺术史的典范作品，那些小幅的图像里头，还在上扬对于文人画山水的这个运用啊，裘万雄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这个运用和介入，Robin O'Neill 对于outside art 的借鉴，还有这个 John Sabro 对抽象画历史的这种引用，这当然是跟艺术相关的，是有那点艺术的痕迹，它存在于Michael Arcega 和童艺昕作品里头的多重文化指示，它这个旁征博引是吧？就是这里头是有很多学问，存在于社会政治批判的一种诗意的表达，不是说教式的表达，而是诗意的这种表达。如果美的存在是可寻的，那它便有着截然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什么？模糊性、荒谬性、碎片化、突变性、复杂性、悖论，是拒绝归从现存的文化规范或者审美的模式。谢谢大家。谢谢谢教授，非常受教，非常精彩。那我们下一面是展开Q&A 环节。我现在呢已经有几位观众呢问了很好问题哈。那我首先呢，我看到群里面呢，就是一股浓浓的校园同窗之谊哈，同窗情，还有未名湖畔的回忆哈，非常感动。今天有不少清华的校友。给我一秒钟，我那个徐大学请出来。可以。你也连上了是吧？哦，那你要不然在里头也行，可以打开那个也行。啊？可能用稍微，你要里头行啊。OK， 我就忘了 mute。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我们在 chat 里面可以把问题type进来，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好问题哈，满肚子的问题。那谢教授，好，你要先那个提醒一下，就叔叔，那这个问题我就不看那个 chat 里的问题了，我会提出来，对，好的，你接招就可以了，谢教授。好的，好的，那有一位观众问一下哈，就是说，因为你提到策展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技术哈，你怎么样把不同主题，相同的主题放在同一个主题下，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风格。那请问历史上面有哪几个策展特别成功的例子，在你的记忆里面？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就广谈这个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几个重要的展览嘛，
几个里程碑式的这个展览，策展人都我认为做的都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比较早的就是我说早是什么时候，是90年代初高明路策划的叫 Inside Out， 就是由由里而外，对 Inside Out 由里而外，这中国当代艺术这么一个展览，当时在纽约啊，在这个好像还巡回到别的地方，我看到纽约的其中一部分，在 Asia Society 还有 PS1 MoMA。 那个展览呢推出一批当时就是最有挑战性的有创造力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包括像张环啊这样的人。后来呢还有很多重要展览也都做得非常好，这些比我更年长的这些策展人呢做出很重要的贡献。后来有巫鸿老师的巫鸿教授的这个做的这个 Transients 就是 Transients Chinese Art at the Crossroad， 就是这个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艺术这个是在芝加哥做的也非常有意思，非常的丰富。那么到最近的例子呢，就是有这个古根海姆策展人Monroe 跟侯汉如先生策划的这个叫Theater of the 标题叫什么不好意思意思就是1989年以后的中国和艺术，它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它不是说好像艺术本体的东西，而是说先是一个年代，然后之后是的中国和艺术，等于把艺术放到一个更大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头去考察。这个展览呢当在古根海姆展完以后，来到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 SF MoMA 展出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展览。那么我个人的实践上，我是2003年，我从2002年前后就开始筹备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巡回展，但是这个展览叫再生 Regener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from China and the US， 就在中国的还有这移居到美国来的中国艺术家的这个中国当代艺术。那这个展览一共有26个艺术家，我认为是有的后来就特别的重要，当时还刚刚在这个得到注意这个展览呢巡回了美国9个场地也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这些场地没有说像这种大博物馆或者是大城市，都是在大学博物馆里头，在教育机构里头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观众。那就是我如果是要说是策展的话呢，有一个可以讲的就是你策划的展览主题越大越复杂的话呢，就是受到批评的机会就越多，因为那肯定是言多必失。像你看像策划这种巨大的这种双年展我们没有机会做过这个，像这种惠特尼双年展每两年一次的策展人都会经常受到批评。谢教授，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场叫大都会的镜花水月，好像还招揽了不少明星哈，搞得非常轰动。你觉得这个是在怎么样档次的那个展览？好像以中国主题为主。我好像镜花水月啊。That's okay。镜花水月。That's okay。然后呢，我还有一个。You're frozen。Oh, okay。我记得大都会有一个展览是何慕文策划的这个水墨展非常有意思，它是包括了一些甚至包括了一些艺术家本身并不是说literary 用水墨来做作品的比方说艾薇薇用陶瓷和工业漆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的有的是像裘万雄就在那个展览里头，他 是动画作品，当然其中也有纸本作品，所以呢他是这个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览
但我呢这不是一个专业策展人，我等于是主要我是友情策展。主要我是艺术家，再有就是教学任务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策展是偶尔为止。好的。我呢对文字呢还是有兴趣，所以呢有时候也编点文章也还有兴趣。谢教授，有朋友在问哈，如果艺术家想在您的画展中展出作品的话，可以投稿吗？你是怎么样网罗就是对的艺术家，对的主题下面到你的那个 展览里面来展览他们的画作？我只是一个客座策展、也许是，对，这个是为给你许博士的，对这个问题也许许博士可以来回答。许博士，你听到问题了吗？我听到了。对对，确实是欢迎那个艺术家给我们送他的资料，因为即使我们非常关注各路的艺术家，但不可能说知道所有的艺术家。欢迎艺术家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画廊的网站 qca_info@qualiagallery.com， 就是他 submit 他的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说也可以是个展呢、是群展呢、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那我们会跟艺术家联系。好的，那你说起 qualia， 那有人问起这个 qualia 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样，你可以非常简短的表述一下。我觉得我的合伙人比我更浪漫，所以他确实是很喜欢这个词。 qualia 其实是一个 terminology， 在哲学和心理学上的一个词汇，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争议，所以其实使用并不广泛。它的原意我看中文翻译成可感受的质，那可感受的东西本来就有主观性，所以呢它这个英文说法是 the internal and the subjective， 就是说一个是在我们 sense 一个东西里边的一个所以其实是确实有一点拗口的一个词，所以就是可感受的质。好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代艺术，在艺术我们认为很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里边的质。 Well said。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问许大学先生，你觉得你跟自己的跟其他的策展人有什么不同？是问我吗？应该是问大学先生，应该是您的太太。问我呀。其实因为我们这次是请我先生是客座策展，那如果以后的话，就说我作为画廊的 director， 我也是会策展的。那可能不见得会有这么大型的展览。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我在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还真不知道就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成为好的策展人，对吧？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道门槛，是不是？我觉得首先呢，不见得所有的艺术家都想去策展，对吧？因为有的可能看个人的个性。我知道就是说谢晓哲他是就是他非常忙，但他还是有喜欢策展的这个爱好。其实他2004年的时候策过一个叫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展，叫 Regeneration， 再生，对，已经说过了，对，再生，对对。后来也策过一些展，对。至于我们画廊的话，那大部分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会这个安排艺术家的作品啊和展览，那偶尔我可能也会请不同的策展人来客串策展。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呢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他是这样问的，在美国如何做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在中国和美国艺术家的机会和成功概率有区别吗？是不是在美国艺术家尤为艰难？回答吧。我觉得首先成功都是相对的，程度的成功，某种程度的成功或者不成功，然后成功的标准也不一样，你是说卖很多作品算成功呢，还是学术上得到关注是成功的？当然最好是
最好是在每个方面都做得特别好，那是大家都希望的事情。这个我真是不，我觉得很难给出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各种每个艺术家他的这个道路啊，兴趣点，他的道路，他的这个优势也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很难一概而论。但我觉得就现在呢，这个整个艺术圈子是比较国际化，也就是说很少存在，不就比较少的，比以前存在这个一个艺术家好像作品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得不到注意这种机会。因为现在的这个交流的途径比较广泛，也很快。如果是打比方讲吧，你在纽约获得成功，很活跃有一段时间，那北京上海肯定都会听到。那么如果更成功的话，柏林伦敦巴黎也都会听到。它是一个辐射力的一个问题。那艺术家的这个个人的道路不一样，有的是大器晚成的，有的是就是也有昙花一现的，突然进过一个惠特尼双年展或者威尼斯双年展，然后过个三五年就不见了的。我觉得非常艰难的一条路。所以呢只能是要我讲的就是说那没有什么成功的攻略，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只是说这个实验是要这个还是忠实于自己的这个你的心，你的这个你的心在哪，你是最终所在乎的东西，所热爱的东西，什么是你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能够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太好了。谢教授，我刚刚也关注了一下 John Ruskin， 因为刚刚许博士提到了他。他有一段名言，我觉得对我来说蛮有启迪的，我想听听您的感受，你们两位的感受。他说 ,In order that people may be happy in their work, these three things are needed. They must be fit for it.They must not do too much of it. And they must have a sense of success in it. 第二点 ,they must not do too much of it. 这个我觉得你怎么理解的 ?Well, I always feel like I have not done enough of it. So I'm feeling. 我觉得如果就是 他这个意思 我也不清楚他讲的什么，可能就是不能。简单讲，是不是不能太烂、不能太这个，就是做得过多了，不能重复皮了，对，不能做皮了，重复自己，不能这个把艺术当做一个经营，一个生意来经营，那就可能是跟艺术的这个相就有违了。对，我觉得这个定义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就像你刚刚想怎么欣赏一幅画，我近看、远看，然后我回过身，我转一个身再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间，然后再来 regenerate。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初心，就是对，不至于 passion 过于太多的太过以后变到就是说失去感觉，变到麻木，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对，有的艺术家就会说啊，最近画这个都画伤了。对，有听到过。木了，这个就是受不了了，那是有这样的。对。像我们，像有些人风格上重复的很厉害。你比方说像什么齐白石，那很多他就是一个构图，然后一个题材，他可以画很多，每张出来都很地道，也没办法，另外一种走法。或者是美国一个非常 famous 的 commercial， 比较 commercial 的画家 Tom Kincaid， Tom Kincaid， 对，他也是画的非常雷同，我觉得。所以他那完全是商业流行。对，非常商业。不能把齐白石跟他比，那就不对。对对对，那完全是不能同日而语。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其实是艺术也有可能成为比较城市化的东西。所谓城市化呢，就是说 somehow formulaic，
它有 一招一式呢，它有一个成为规范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精细嘛，那个精细的表演嘛，它就是每个动作哈，一举一动，这个唱腔，它都是有它一套规律，不能乱来的，才能成为绝。那还有人问哈，谢教授为什么从清华的建筑专业后来转到艺术方向，有什么情缘或者是故事，是不是受许博士的影响？我敢招。对，是不务正业呗。那时候那个我上学上清华的时候17岁，然后当时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是少年班吗？17岁？不是，好，正常的一个。我一般我那个班也是大致是这个年龄，我可能比北京的同学啊那叫要小一点一岁，当时啊我上中学其实是理工科的，那就是理工的那个轨道的，不是文科的。嗯哼。然后就是。好像当时成绩最好的学生嘛都要上清华北大上科大什么，当时我一度觉得说那最酷的是上科大物理系，因为我特别喜欢物理，喜欢数学，这些学科也当时也都学得挺好。那其实人在那里面啊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后来上了建筑系也是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说，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我很小就喜欢画画，而且没怎么训练的话画出来还是比同龄的人要好。对，还是天赋使然。应该是怎么讲呢，是从小喜欢。然后这个在上建筑系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很就觉得好像这个训练很枯燥很刻板。比如说画图吧，你这个画两个直线相交，你不能看得出它那个有一个接头，必须是天衣无缝的接的。完全是完美的，就清华的那个训练还是很比较严谨，当时年轻啊，有非常理想主义，我到现在都还非常理想主义，就觉得建筑太多的束缚，我受很多约束，又有业主，又有领导，又有结构，又有预算，那就弄完就是觉得不爽啊。对，要干自由的，所以就当时学的画画，某一个人就画出来了，上学的时候写诗啊，到外面去画风景写生啊，喜欢的都是这些东西。对于这个务实的东西不感兴趣。对于这个入党啊什么这个，尤其到后来什么时候对于这个开公司啊这类东西都没有天赋，都没有兴趣。喜欢说点字个人主义的东西。我插一句好吧，我叔叔我插一句啊。我看他们有人问，就是说，会不会请艺术家来讲解作品？我们在10月10号星期六下午6点，我们会有一个网上的开幕式，在那开幕式上，我们应该能请到5位艺术家来讲他们的作品， wow. 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巨大的福利，发出去。对，10月10号，下午6点，就是加州的西海岸的时间。6点，对。6点。嗯哼。他们会来 studio 吗？还是全是网上？全是网上，因为现在情况不敢邀请他们来这边。好的。对，理解。刚才呢，我们有观众呢赞美哈，清华物理高材生，但全谈吐全是。其实是清华建筑高材生哈，谈吐全是艺术家的风采。谢谢，谢教授降维普及艺术，现在那个降维用的很 popular 哈，降低的维度来普及艺术，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今天也学了很多，包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问许博士也学了很多哈。谢谢大家，真的是非常。还有呢，就是我们大概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有2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有时间回答2个问题，很简短的回答。好的，谢教授，请问您刚才的对这个画展的总结非常精彩，是不是可以分享到群里面？对这个呢，我们过几天那个就是 press release， 就新闻稿啊和那个很多东西都会出来，然后我们的网站应该很快也就上线了，这些都会在上面。好的。
非常谢谢大家。好的。那其他的问题呢，我们说不定可以转到群里面，因为 我想要说清楚的话要很花时间的，对，好吗？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现在还有141位朋友在线上，那袁老师、袁文老师、 Deb 姐、金芬姐，是不是可以让大家自由交谈？我们可以 unmute 大家，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未名湖畔的回忆要沟通一下哈。许博士，刚才还有人提到你，是不是经常来串门的31号楼来串门的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估计在说你，对。是，那是说我了。感谢大家，感谢过去的和现在的。Deb 姐，你有什么感受吗？没有感受，我觉得今天的讲座非常精彩。谢教授讲的非常喜欢听。然后我觉得不够。许博士，对，我觉得你们这个夫妻搭档太精彩了。虽然是娓娓道来，也没有什么宏伟理想什么的，但是每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细润，非常有意思。我本人比较喜欢。真的是非常喜欢。对，然后谢教授，我问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好吧，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一直有，因为我觉得我接触过的当代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即使你从事当代艺术，看上去好像也不是那种很typical 的那种古典的哈，但是你需要有那种学院派的洗礼，那是不是这个是一定？比如说你搞当代艺术，是不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底子，很扎实的那个底子，学院派的底子？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定要有，不一定要有，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要经历不同的这个成长道路，比方说这个成长道路，像我观察的很多这个美国的年轻艺术家，他上本科的时候的作品，他上研究生以后作品怎么样发展，他出来以后呢，离开学校以后呢，又怎么样这个形成自己的一个思路和面貌。那么观察这个就发现，其中很多人没有这个扎实的学院派的这个训练，但他仍然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是这样，他的这个他可能会接受不同的这个训练，会给他艺术带来这个一种严谨或者一种深度。比方说这个人以前可能是学社会学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学哲学的，甚至是拿了这个学位，到后来转入艺术以后吧，他所受的这个以前的那个训练呢，就让他的作品跟别人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即使在艺术领域所受的训练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学院派的功底就不严谨了，他可能受的是这个观念的这种思辨的这种训练。这个我在美国上研究生期间的体会就很深，就大家呢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是在那里就是 critique， 就是讲评嘛，小组批评，大家坐而论道。我一开始觉得说这样怎么能教出来，觉得好像没有，但是呢他是不断的追问，不断的质疑，不断的这个梳理每一个问题，把能想到的各种这个跟他相关的人啊事啊作品啊全部拿出来加以分析。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这个创作是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他是有他的，如果是讲这个 academic rigor， 就是这种严格性的话呢，他是另外 a different kind of rigor， 对，就不是这个，就不是说你思辨充满思辨色彩的，对对，就不是说你那个画的像而已，真的像苏格拉底。那就像你看读那个，一般说读这个好的这个哲学的或者广泛的文化上的一些像文章哈，文化批评的这个文章哈，你读这个文章你可以欣赏到他这个思维的这种缜密和这种结构，这种是非常美的，这个是他里头他这种层次啊，这种结构啊，这种互相的这种关联，他角度这种独特啊，除了用美这个词来形容的话，我找不出更好的词了。
所以他也提倡好像你要如果要学一样东西的话你就去教，教的过程当中会学到很多更多的东西。对，然后还有哎呀现在很精彩的评论，非常同意，不同的思维和感受是艺术个体成长之道，艺术拒绝雷同。还有呢有的有观众呢甚呼吁哈，还有没有谢教授和大学师姐的讲座吗？他们希望看到系列的讲座，我们可以多学点东西。有时间，有时间，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大家这么热情真的是。一学期呢确实也是一开学以后就忙得不得了。哎，以前我做过一讲座，比如说有一个讲座是对于这个，就是针对于这个如何解读、如何看懂当代艺术这么一个。那太好了，太好了。可以都 reserve。这个课题特别好，如何解读，如何，我顺便说一下，因为我呢是我的公司是苏富比，我们公司经常有这个 contemporary 这个，那我手里我刚才听了讲座，我就顺便到那个我的 study room 找了一本，就这个 catalog， 就是像这种图片吧，我翻了一下，里面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图片。就是画了，不是图片了，然后呢，比如像这样子的画作，就这个以前对我来说吧，都是一种困惑。我就是觉得这些画，美在哪儿啊？他说什么呀？然后今天听了徐老师刚才的那个解读，特别是把那个树一棵一棵树的那个变化到最后。我这里也有一幅图画，就跟你，那个，但是不是一个作者，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就是说，像你刚才的那个几个图片，然后最后把它，归到，他最后的那幅作品，就是完全抽象化的。那么，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从我们来讲，因为我在我们公司，我没有去搞那个艺术。那一块我是做数据库管理，是做公司的 database， 平时我们公司也有专门就是那个 art 的那个学院有人讲解，我也没有时间去听。那么我就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您是对这方面有所研究，你可以知道这个画怎么样去理解它，怎么样去深挖和作者的背景啊，他的艺术的修养，然后他怎么样一个过程。但是从我们来讲吧，就是一般的人，就是怎么样来欣赏就类似这方面的 contemporary。 所以就是我们要且听下回分讲分解了，对吧？对对对，我们会有系列的讲座，非常期待。如果说你们需要有一些例子什么，我这个我分享，太好了太好了， catalog， 包括我手里也有那个 database， 那个有那个印象派的。对，我是说两句这个了，确实啊，一般来说我想印象派的其实也是不是很容易看，但是相对来讲要比刚才你说的那些要更加那个好理解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是说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听到这样的那个同期待，对，同期待，对，然后许博士，对，还有一位你的清华校友问，是不是 art 让你这么滋润哈，这么年轻，还是这么年轻，永葆青春。其实你们夫妇都很年轻。没有，我是想讲一下，就说我知道一般开画廊的人，他们认为就说普及教育不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我和我的这个 co-founder， 我们俩。我们都是非艺术家或者是非艺术史家的这个背景，我们都有着，我是来自理工科，他来自医学，所以我们呢是有这个想法，我们会尽量的就说想去做一些这个艺术普及，跟着大家一起学吧，我们自己也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所以希望呢以后我们能做一些线上讲座，甚至也会如果说等到这个 COVID-19 过去，我们有旅游的机会，也许会组织一些旅游活动啊，就是说专门去参观一些特展啊，或者去看一些地方，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我们比较特殊的这个背景。
太好了。好的，好，谢谢许博士、谢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